以简尚人的儿童歌唱剧《吉拉希贝传播》为创作主题的李金霞图画作品展，4月12号到5月1号在台东大学林峰艺廊展出。4月18号下午的开幕式，特别安排新郎吉拉希与新娘托萨的婚礼。男女双方的主婚人是简尚人与李金霞，由东大副校长陈锦忠担任证婚人，美产系主任李永发，儿文所所长尤佩云担任媒人公与媒人婆。你可以看到在这些故事本里面，它表现很多一种儿童的天真，也表现了我们人跟大自然跟土地的一种爱哈。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些作品里面接着那个我们的台湾啊，真是非常美好的一块土地哈。那么应该珍惜它啊，同时呢希望大家来欣赏李金霞老师的这些图画作品哈，一定可以给我们很非常多的一个启发。就比如说这一张图里面有一个部分哈，就是像这个猴子要去拔老虎的胡须啊，这个就是隐藏里面的一个趣味。你看老虎这样一吼一声的话哈，猴子都吓得半死，可是那个猴子就很调皮呀。哦，他就想要试试看这样子，所以他就要去拔的时候，你看旁边这一只就捂着耳朵，哦，就好像很紧张，哎呦，很好奇，要看发生什么事情。简尚人教授以深入简出、又说又唱的方式，在美产系教室分享这出剧的《高高高》《牛阿妹妹》等音乐与文学。酒店真正高嘞。狗爬落来弄着狗，狗吠狗吼，狗走狗也走，不知狗惊狗还是狗惊狗。羊阿妹，你吃饭未？饭未烧烧。要变成金蕉，金蕉零零，你要吃零金，你金无肉，你要吃猪肉，猪肉啊咸咸咸，啊哎呦哎呦哎呦，啊要吃你咸，你咸酸酸酸，你给我拍脚床。吉拉希贝传播呈现说唱表演图画作品，未来希望出版有声图书，让更多小朋友学习母语及本土文化。黄倩采访摄影。